你们到那边去过吗？他们在那里买了。哎，谁要在那边？我们的会计，他的会计，吴正是第一任，对我们那个中心的那个贡献大大的。我们羡慕的哪个都是这样，就是不让拍他的脸，这么大年纪，第一次给我们拍的，我们拍。我们巫师纪录片是先去探点，我要拍了怎么不能拍？不知道啊，又不是外星人。我们把车设备都开去了，中央台的是没见到，他当时不能骂吵啊，他太霸道了，他是太霸道。我们个拍四川，他不让我们拍，他叫我们给10万块钱，重庆都没人监管嘛。哎。好啊，这个小弟弟是不是？哎，人家你不来啊，慢慢绕过来就好了。照片还没花，现在正在出发，等来花给你。啊，啊，等来花给你。爸爸，我照进去了。啊，黑吧，我来这么多，开根，啊，有车值班的，从副车长过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今天很荣幸啊，我们吴家人聚在昌吉啊，第一次看到吴哥，我非常高兴，很少见啊。吴哥来，你来，好，特别高兴啊。谢谢你哦。对，这边的话就是很多住啊，对，正式啊，来跟啊，哎呀，看特别高兴，没见呢，特别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我们中心在一起，就这边有人照顾了，我陪的，妹子进了，我们是中心奇迹，新疆昌吉州，我们的妹妹。读书这么盛情的款待，我们的中心来自台湾的、浙江的、福建的，相继于新疆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大家好，中青们收到信息，欢迎到新疆来玩。我是吴红叔，来自台湾的五哥，浙江的开根哥，福建的吴城市哥，还有我们那个魏生哥啊，欢迎你们中青们看见了。想到昌吉新疆来玩的联系我啊，欢迎中青们啊。新疆好美哦。新疆好地方。新疆的女人也很漂亮呀。对了，新疆的女人。真是缺你一个人啊，肯拍飞新疆。你们看缺你，缺你不行啊。